第1331章忠臣之建议。晨光洒在宫城墙上，宫门缓缓打开，有风尘仆仆的宦官赶回了大内。谢道清正坐在铜镜前，由宫娥梳妆，听闻去温州赵陈仪中的信使回来了，连忙召见。早早来请安的全酒见了，略略沉吟道：“母后，依我所见，只怕左相是不肯归朝的。信使还未到，你如何便知？以官家旨意相召，他如何还赶不来？”谢道清不信，催促着宫娥给他带好凤冠，准备往前殿召见陈义忠。不一会儿，信使到了，不等他行礼，谢道清已问道：“左相可到临安了？”这宦官当即便为难起来，跪在地上道：“回太后话，左相还是不肯来。”谢道清不由焦急，忙问道：“为何？”左相说：“他听闻京中有人弹劾于他，数他过失数十件，以恐误国者不止于一甲四道也之言污蔑于他，他自言惶恐，不敢任朝。这奏书才递上来没几日，他如何知道的？奴婢不知，奴婢苦劝左相，他始终不肯回朝。”全酒眼见谢道清急得不知所措，低声提醒道：“左相之意，他不愿回朝，还要与王平章争权。”谢道清于是想到谢唐一直在劝说他罢免王悦，至此终于下定了决定：“你再去召左相，告诉他朝廷已罢免王悦及弹劾他的官员，让他立即回朝。”说罢当即又下旨意。全酒见了暗自摇头，心想此事做得如此直接，显得陈一中在威胁朝廷，他必是不肯来，更何况原本就是为了逃命才走的，他等工人们都领旨走了，方才又提醒道：“这些士大夫最在乎的还是名声，如今让他找了借口不还朝，母后与其再三以旨意召他，不如写信给他母亲，一则他若再敢推拒，落个不孝的名声，再难堵悠悠众口，二则也是给他一个台阶下，终究是妇人之见。”待刘梦言听说谢太后再次派人去召陈义忠，低声向文云孙道：“陈义忠既不愿归朝，勉强召来岂得了何事？”文云孙已感到如今临安官场上有种浮躁的氛围，如同今日刘梦言轻易便敢评价太后，仿佛是在等着宋王。右厢莫非义太后为宜，但宋瑞也认为不该再召陈义忠，国事艰难，谁主政都不易。这是在前往大内议事的路上，周围还有同行的官员，却少有人敢靠近两个状元。刘梦言又问道：“宋瑞可知北边传来的玉顺陈书？”文云孙点头，微叹了一口气。他原本看不上李霞那新朝廷，但当李霞为这新朝廷的官员设了个门槛，多少还是让他的观感有些改变了。不是所有宋臣都能投效过去的，只有被认可的一部分才可以。他心里隐隐想到，自己当属于这一部分，你只需看那些官员便知。刘梦言又道：“前不久犹如死水无波，而今俱已仓皇不安，如一旦惊起千层浪。这一篇报纸对临安官场影响之大，远超你我所想，可见原本准备投降者不在少数，如今算盘打空，难免不安，也可见朝廷冗官尸位素餐者不在少数。”谢道清在珠帘后端坐下来，他目光看去，觉得每个官员的眼神中都透出了焦虑，像是都在思考自己能否在新朝为官，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不安。竟是北边来的一封报纸提醒他，他治下有这么多人都在等着投降，殿上唯有两个人显得最是平静，刘梦言始终是那般清淡孤远，与世无争。文云孙站在后面些却更显出众，体貌丰伟，秀眉长目，面无惧色，神态坚定，不愧是状元公，在长朝上宣读了罢免王悦的旨意，便召几个重臣到内殿奏对。谢道清首先便看向文云孙道：“文清领兵来源，忠义可嘉，枢密院为何还为你出章程拔擢文清？”刘梦言懒得接王悦留下的烂摊子，应道：“还需与左相商议。”有些荒唐，但谢道清是个没主意的，遂真就等着陈一中回朝再给文云孙安排官职，有些尴尬。于是君臣都沉默了一会，此时敌军已到运河口，逼向临安，唯有张世杰还在苦苦支撑等待援军，庙堂上却不知道该议论什么。最后还是文云孙先开了口：“禀太后，今国事方急，臣有本奏，文清有何良策，快快请讲。大宋有鉴于五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剿伟大之弊，然国力亦已尽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路臣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文云孙终于是看到大宋抑制武将以致积弱的病根，但时至今日，谢道清已不耐烦再听他说这些复杂的难办的事，文清所言甚是，便由枢密院一个张成这般敷衍了一句。谢道清还是准备等陈义忠回来议和垂山，此处还在镇江府境内，位于焦山东南方向50余里，换作有些宋军将领败逃，也许已逃到了两广福建，张世杰大败之际却还能守着下一个关隘。垂山是江南少有的地势险要之山，有长江锁钺之貌，山上还有韩世忠驻守留下的军寨，而张世杰希望能如韩世忠一样守住半壁江山而不可得。求援的消息发了一封又一封，朝廷却根本不答复是否会派出援兵，也没有让他坚守或撤退的命令。等来等去，终于等到了使臣擢张世杰为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于职如故。加尔克中报国守信全身亲在，吾皇隆恩，感激涕零。张世杰又升了官，心情却很复杂，
战败却还封官，赏罚错乱，虞国又是什么好事？但当此时节，他却也不能推拒了，只好拱手领了官职，敢问朝廷还有何事下？还需有何事下？战事由张将军全权指挥便是。张世杰一愣，道：此为国战，若非陛下亲征，也该有丞相督军，我一介武将如何全权统帅？张将军的意思下官明白了，且待下官回复朝廷，再待旨意。大敌当前，还请快些责个。张世杰心焦，送走了信使之后，再次登上烽火台，举目远眺长江，叹息不已。唐军并不急于进攻，有条不紊地整备着，却不给宋军任何一点取胜的机会。将军，有信使到了。不是才走吗？是北面的信使，不见。张世杰拒绝得很干脆，其后却又听得一句禀报：将军，来的是原来的淮东制置使李廷之麾下都统苗再成，是苗兄弟。张世杰微微一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早年鄂州之战时，他曾与李廷之共同作战过，与苗再成也结下了不浅的交情。此时转念一想，咦，李廷之、苗再成的忠义未必是真的降了，许是诈降，如今来联络自己也有可能。军中还有酒肉，端上来。诺。其实军中酒肉已经不多了，张世杰还愿如此盛情款待，对苗再成是寄以厚望的。酒过三巡，苗再成抹了抹嘴，准备说话了。张世杰先开口道：苗兄弟，只盼你莫让我失望。张将军又抱着什么希望？苗再成朗声道：收复中原，收复燕云十六州，天下太平，就不是张将军的希望吗？张世杰默然，过了好一会，他才问道：不是李廷之让你来的吗？退到浦口渡时，狗日的赵敬收走了船只，我断后被擒，本来想殉节，后来看大帅也归顺了，我也就归顺了。如今大帅治理扬州，我调到军重了，没搁在一处。哦，当时邓相公来劝我，他说如今圣明天子又不是外敌，天下本是李唐的，没有道理殉节。李霞本是宋臣，你要说这个宋太祖皇帝还是后周的臣子，我陛下至少没有欺负孤儿寡母，乃是从蒙元手中抢得中原，再顺势南征一统四海，还不够正统？张世杰无话可话，苗再成也不客气，扫光了岸上的肉，拿起酒又咕噜噜的。等到酒肉下肚，拍了拍肚子道：张将军，我这里有你一封信，乃是保州张六郎交给你的，说当年赶你南下，终究是因蒙元容不下你的大意，如今圣明天子出世，能容下了，我不看，你拿回去。这就怪了。苗再成道：我话说的虽没邓相公文雅，但道理却是顶通透的，你还有什么好啰嗦的？你盼蒙投宋时也没见你这么婆婆妈妈，朝廷待我恩重如山，我不能负了朝廷。哈，男子汉大丈夫，该为天下百姓谋太平，你只想着你自个的恩义，窝囊。苗再成。张世杰怒喝道：我待你盛情，休给我蹬鼻子上脸，今若我以大义小你，教你背叛李廷之，你肯吗？苗再成大笑道：好，我懂了，但你今日不投顺，早晚与宋廷恩近也是要投顺的，我大帅便是如此。张世杰大怒喝道：来人，将他插出去，让开，老子自会走道，吃饱喝足，正该消消食。苗再成走后，张世杰怒气未消，犹自气闷，却有幕僚上前小心提醒道：将军英雄一世，却要小心栽在这叛逆手上，本将并未听他胡言乱语，将军虽心如铁石，然而今日之事若传到朝廷，朝廷难免又要疑将军，你待如何？将军不如扣下苗再成，断其舌，斩首于垂山，以示忠宋之意。张世杰回想着苗再成所言，摇了摇头：北兵并非外虏，忠宋为我个人之事，何必强求于他。第1332章，一桩难办的小事。信使从垂山沿运河而下，很快便回到了临安。禀太后，张世杰言国战当由丞相督军，非他全职之事，他的意思该是嫌官职小了，谢道清早习惯了这些臣子与他伸手要权。闻言点了点头，沉吟道：官职却是小了，只是升迁的已经够快了，还能一日三迁不成？太后，臣以为非常之事行非常之事，倒不必拘于旧法，所言有理，传旨枢密院，请右相为张世杰再拟一官职。次日，选德殿奏对：如今王悦罢官，陈一中还未还朝，枢密院又换了一批官员，却是越来越年轻了。谢道清看了一圈，勉强认得贾余庆、陈文龙、黄庸。黄庸才刚刚40岁，穿着一身飞袍，看着十分年轻。50出头的刘梦妍年纪虽不是最大，资历却是最老，压班在前，刘梦妍始终是那若即若离的样子。道：臣以为可迁张世杰为沿江招讨使，总领长江军务，全职够矣。谢道清却又问道：只加了差遣，是否需要再给他加官爵？刘梦妍心里对这老夫有些不耐烦了，淡淡道：太后，如今不到半月已三次加官张世杰，若恩赏太过，往后何以再赏？右相所言甚是，那便传旨吧。此时却又有宦官进来，低声道：太后，枢密院有消息道，正好右相在，说与右相参议。是，垂山有人告密说张世杰见了唐军使者，还放走了对方。谢道清大惊道：好个张世杰，前脚问朝廷要官，后脚便见叛军，这可如何是好？刘梦妍转头与贾余庆对视了一眼，
贾余庆于是上前一步答道：“太后勿惊，张世杰若真欲叛降，只需稍作遮掩，朝廷岂能这么快就得知此事？这是何意？臣猜测张世杰是故意让朝廷知道的。为何？恐怕是在威胁朝廷谋求高位。”谢道清恍然大悟，他不是第一次经历这事了。从之前的叶梦鼎、贾似道，到后来的王悦、陈一中，哪一个不是这样？我便说给的官职还是低了。又香是否再给张世杰加官？刘梦言虽然领了最丰厚的俸禄与赏赐，面对谢道清的问话却十分不耐烦，觉得他遇事只会一口一个又香，却不肯自己动脑子想想。他也懒得再劝，无非是顺着谢道清的意应道：“回太后可再加张世杰为沿江制置副使，兼职江阴军，若以他每日的俸禄加上赏赐，仅这一句话便值普通人家两三年的收入。”至此，张世杰在不到半个月之间已由一个从五品官员升迁为一方捆帅，而李霞当年以钓鱼城随王坚斩杀蒙哥，收复汉中之功劳，赵云由不情不愿给此官职。宋瑞啊，你也是傻，倘若你在江西征召10000乡勇前来入位，也许如今官职已不低于张世杰，岂为求官职？否则降与李霞，岂无高官？刘梦言眉头一挑道：“那玉顺臣书一出，分明是人人自危。”宋瑞何以如此笃定？莫非是得了什么承诺？文云孙摇头叹息，许久不语。刘梦言自低下头笑了笑，眼神中闪过一丝嫉妒。他心里清楚，如今自己如此出力，暂时或许能得到北边贵人们的青睐，而文云孙这种人则会显得顽固讨厌。但等到时长日久，贵人们又会想到自己今日能背叛赵氏，明日也能背叛他们，到时反而是文云孙这种顽固更让人放心。因为就算他刘梦言是统治者，也会如此。治天下，选贤臣，与在青楼劝诫从良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宋瑞啊，你我两个状元，都是能臣，但我与你不同。不同在何处？刘梦言道：“万事托付于你，我都可放心，但你却不能把事托付于我呀。”文云孙笑道：“因汉府凶懒。”哈，刘梦言笑了笑，挥挥手便往外走。他走出驿馆才自语道：“依你求本心，而我只求利啊。”驿馆便在御街外，过了朝天门便是枢密院。如今这形势，刘梦言宁可与文云孙闲聊，也不愿在枢密院务工。此时过来为的还是议和之事。果然才到枢密院，便有官吏赶上来道：“又香，谢相公说礼单备好了，给我。”那是颇厚的几本册子，礼物除了送给唐皇帝，还包括皇后与朱妃，倒不是只给康妃、宁妃，这便是谢唐的周到之处。否则厚此薄彼，万一得罪了谁，议和不成倒坚定了对方伐宋的决心。就连史俊、王英龄、吕文焕等人也有一份礼物，什么叛臣降臣，如今只要能为大宋说两句好话，谁还计较过去那点是非？刘梦言大概扫了两眼，只注意给康妃、宁妃的礼单。终于，他眼睛一眯，指着上面那狮猫六只四字，问道：“这狮猫如今在何处？”禀右相：“还在礼部，带我去看看。”右相：“听闻左相已在赶回来的路上，许是下午便能抵临安，太后已设宴相迎。”右相：“是否准备入宫？”刘梦言道：“本官为国事操劳，晚些再赴宴无妨。”是。到了礼部放礼物的偏堂，下吏一推门便听到了猫叫声。刘梦言首先见到的是六只笼子，他当即便冷了脸，转头喝道：“谁教你们这么安置的？送到汴京的御猫关在笼子里养，小人之错。”这就去被监屋子。刘梦言近来少有如此上心的时候，径直走到笼边向里面看去，同时他脑子里回想着北面的吩咐。那猫十来岁了，算是只老猫，双目湛蓝，双耳带粉，通体雪白雪白，双目湛蓝湛蓝，小玉兔喵。只见这身着紫袍的重臣在笼子前蹲下喵个不停，喵。小乌图小乌图，因怕举灯笼会吓着笼子里的猫。好一会儿，刘梦言在反复确认之后，确定了笼子里并没有双目湛蓝的猫，他不由大怒：“好个谢堂，如此无能，以庸碌外戚镇抚金鸡，无怪乎设计沉沦若斯，简直不可救药。宋军焦山大败，王悦怪罪于他，他尚且没有如此生气，唯独此事干系到他能否在新王朝攀上靠山，岂能不怒？谢堂其实已经派人北上求见，先递出礼单，只等李霞同意见使臣了，再请刘梦言押送珍宝往开封，待信使离开。”他负手站在大门处，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年少读史，读不懂秦桧，骂他唱和误国，奉事仇敌，唯到中年方知保全之不易啊。”相公，又相到了。谢堂回过头见刘梦言连轿子都不坐，匆匆从礼部往这边赶来，遂道：“备茶，请又相到公房相谈。”是。今日备的茶叶是天目青鼎。谢堂一边品茶一边道：“若真向北面称臣了，每年还得向长安进贡茶叶，思来叫人伤心。”刘梦言没心思与他闲谈，开诚布公道：“我去打听了，当年瑞国公主未出阁时曾在宫中养过一只猫，找到这只猫，我方有把握请公主出力保全社稷。”谢堂笑道：“又相说笑了，这都是小事，只要礼物能让公主满意，公主是念旧的人，唯想要那只她养过的猫，这有何区别吗？”谢堂不以为然道：“议和是大事，但礼物有百千件，又相未免也太过
在意这点细节了。刘梦妍恨不能直接告诉谢唐自己已得到了北边的吩咐，但谢唐是外戚，身份毕竟不同。谢兄，你不明白公主的心思，此事听我的。可好？又香啊，非是我不听你的。可你看看，你我堂堂国之重臣，为一只小猫争执，岂不荒谬？只说你抄了葛岭别院时是否带走了贾似道的猫，交给你养的外室，你敢查我？谢唐不由大怒，倏然起身，震惊地看着刘梦妍，全然不明白他为何如此。须臾，他平静了些，放缓语气道，又香，我虽镇府金鸡，却不至于与你争权。我不管你从贾似道的宅子里带着了多少宝物。刘梦妍已冷了脸道，我只管那一只小猫。唉，又香未免太较真。谢唐无奈重新坐下道，那葛岭别院里多的是奇珍异兽，仙鹤、孔雀、金丝雀、白面狐狲，只说纯白色的狮猫便有十来只，我哪知你要找哪只，带我去辨认。谢唐目露怀疑，深深看了刘梦妍一眼，想来刘梦妍之所以如此，怕是想找个借口查自己贪墨贾似道家产之事。为何呢？想到这里，谢唐悚然而惊，他已明白了，如今天子中风，口不能言，谢太后听政怕是损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刘梦妍怕是已经投靠了全皇后，想要扳倒太后。又香稍安，若真想找只小猫还不简单，我明日便将那些猫带来给又香，又何必到我的别院去。刘梦妍当即便意识到谢唐在怕什么，心中一审，只觉荒唐，就凭这些废物永远只知猜忌顾虑，连这么一桩芝麻大的小事都做不成，还能指望他们就大宋社稷？不可救药。离开了两只镇府衙门，刘梦妍坐上轿子，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他暗存道，谢唐既已起了猜忌，说是说不清楚的，只怕谢唐今夜就要转移证据，别反而把康妃娘娘要的猫给埋了，不如联络于情司，给这废物一点颜色瞧瞧，不妥倒叫他们小瞧了我。想到这里，刘梦妍回到家中，当即便招过他的妻子，你马上去吴山谢宅拜访，告诉谢家夫人谢唐在李仁芳养了个外室，那院子端地是金碧辉煌，奢华至极，官人这是作甚？去。刘梦妍又招过小厮，吩咐道，持本相令符去临安府调一队人来。第1333章又香盗宝，去李仁芳。谢唐上了轿子便吩咐道，他不放心刘梦妍，打算去把贪墨来的宝丸转移到别处。相公，等在轿子边的小厮却提醒道，太后召你过去，宫中已派大官催促了两次。于是谢唐略一沉思，决定先去见谢道卿，反正已以言语安抚住刘梦妍，让其等到明日让大官回禀太后，我有密事要启奏。如今朝堂像他这般依照极致的重臣已不多了，他抵达大内时别的官员还没到，谢道卿得了禀报，先到内殿见他。你有何密事？太后，刘梦妍要害我。谢唐忙不迭道，他如今在暗中查我，想要污蔑我侵吞贾似道的家财，胡言乱语。谢道卿立即开口训斥道，眼下是什么时节了，谁还顾得上这点小事？谢唐早知他不会信，上前两步压低了些声音道，姑姑，容侄儿说句大逆不道的话，如今官家中风，看那样子有些人已经在早做准备了，所谓大逆不道的话，无非是赵琦看起来命不久矣。谢道卿听了却并不生气，毕竟赵琦不是他的亲儿子，谢唐却是他的亲侄儿，官家到现在还只有一位皇子，若真到了那日，继位的人选自是毫无争议。谢唐道，可这位皇子却是杨淑妃所生，全皇后岂能甘心？不甘又能如何？谢道卿摇头道，官家这个样子，他再不甘也只能认了。侄儿听到了一些风声。谢唐道，前几日全永坚与三牙珠指挥喝酒谋划，带皇后与皇长子出城逃往南边，说是为赵氏社稷保全一份血脉，他怎敢？谢道卿大怒，头上的凤冠摇晃得厉害，都到这个时候了还在耍着心眼谋划自家的前程，该打杀了这顽球。谢唐道，侄儿一开始也不信，但刘梦妍为何查侄儿？因他们知道姑姑是守临安，不愿迁都，便是要送走皇子，那也该是由其生母杨淑妃陪着，没有皇后出逃的道理，姑姑是一定不会允的，唯有扳倒了侄儿，他们才好信他们的计划。谢道卿听了反而疑惑起来，问道，真的？但又香岂有做这些事的理由？侄儿大胆猜测，他们甚至是想要拥立之功，到时幼帝登基，刘梦妍专权，岂非好过与陈义忠共享？谢唐说罢加重语气补充道，姑姑，他们真正想扳倒的人是你啊。谢道卿不由惊慌，反问道，那怎么办？谢唐首先担心的是自己侵吞贾似道家财之事被揭出来，想了想遂道，两个办法，一是拉拢刘梦妍，二是罢了他的官。姑侄二人记忆了一会儿，有内侍匆匆赶来禀太后，陈相公的车驾已到临安。对，谢道卿的连番相召之下，陈义忠终于肯回朝了，为表示重视，谢道卿当天便赐宴为他接风洗尘，并有国策相询，左相认为眼下还有议和成功的可能吗？回太后，倘若是前两年李霞上在北伐之际一盟必能成，到如今只怕难矣，可当时是唐使臣王饶主动与左相议和，不是吗？虽然如此，但北人狡诈反复多变，要想议和成功，首先要让他们知道
大宋不易攻取。陈一中道：“臣提议向南迁都，一旦迁都，只怕人心动摇。况且迁都岂是易事？连年战火，其实北兵也不耐久战。如今必是指望着攻下临安，便能结束战事。但马上就到夏季，南方天气。”谢堂正仔细听着陈一中侃侃而谈，却有一名内侍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后，道：“谢相公，你家中来人，似有急事。”谢堂十分讶异，不明白有什么急事需要找到宫里。此时却又有宫娥匆匆赶到谢道清身边，附耳禀报了什么。谢道清的目光向谢堂看来，谢堂连忙起身告了罪，退出大殿。紧接着谢道清便派人跟出来：“谢相公，不好了，令夫人闹得满城风雨。”令堂控制不住场面，只好派人进宫问太后：“什么叫闹得满城风雨？”“总之谢相公快去李云芳吧。”谢堂一听登时愣了一下，连忙转身就向宫门跑去。御街又堵得厉害，轿子过不了。从这一点便能看出贾四到葛岭别院的妙处，往返工程可从西湖泛舟过来。更让谢堂烦躁的是，拐进李元芳的小巷以后，能看到更多人挤在那议论。养外室不打紧，外室却住得比正房夫人还好得多，听说连鱼盆都是纯金的。谢堂大怒，下令随从将这些闲杂人等驱赶走。竟不想还有人喊道：“正主来了。”那就是两浙镇抚使太后的侄儿。谢堂气得不轻，好不容易驱散了人群，赶到别院的大门前。好在临安府已派人来了，与护卫一起守着门，没让那些刁民进去。这间庭院虽然坐落于临安最繁华之处，占地却很大。绕过二堂，才听到后宅远远传来了女人的尖叫：“这青剑货色也敢与我用一样的簪子？不，他的还镶了绿松石，这簪子做工还细得多。夫人，你看这个宝莲不是木雕的，材质是犀牛角的。不活了，我才是他明媒正娶的夫人。你们看看这吃穿用度，没天理了呢！给我打杀了这贱人，拖出去！官人，官人救奴家！”谢堂三步并两步赶进花厅，顾不得那梨花带雨的小妾，上前一把将他那还在大呼小叫的妻子拉到一边：“别碰我，我告诉你，我杨家也不是好欺负的。夫人，你听我说，你杨女人可以，你怎能这般羞辱我？你看看，你看看。”夫人，谢堂斥喝了一声，他恨不得抽着蠢妇一耳光，却只能耐着性子道：“这宅中珍宝不是给他的，他也是这宅中的一桩值钱物件，明白了吗？”说到这里，谢堂忽然意识到什么，扭头一看，惊道：“有人进去了。”刘梦妍伸出手在墙上摸了一会，喃喃道：“这里定是有个暗格。”推开，两名心腹便上前去找暗格的机关。“相公，不是说要找猫吗？猫可不会在暗格里。”刘梦妍则有些焦急地回头看了看道：“来都来了。”说话间，随着石板的响动，暗格已经被打开了。刘梦妍屏息看去，只看其间是个不大的暗室，里面摆满了字画古玩。“带走。”“是。”“灯笼给我。”刘梦妍亲自提着灯笼一照，只见暗室里还摆着一方青石，忙道：“箱子都别搬了，拿这个。”“相公，这是什么？”“贾四道藏宝千余，你可知他最在意的是哪件？”“小人乃能知道。”“王献之的洛神赋。”身后的小厮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就算是一介家仆，只听名字也能知道这件书画之珍贵。刘梦言道：“这张字帖原本只剩九列，为高宗皇帝所藏，贾四道从宫中取出之后，又命人在天下不断寻找，另找回了四列，就这十三列250余字，他日夜赏玩，知纸张难以保存，遂命人将这幅字刻在这石板上。若不是他不好带，只怕他出征时也会带在身边。”“走。”才出了这间屋子，便听得前院一阵呼喝：“不好，谢堂回来了。相公快走。”“不行，猫还没找到。”“有时候猫比稀世珍宝还要难找。”刘梦妍能从庭院的布局上推断出谢堂将贵重物品藏在何处，却推断不出一只猫会跑到哪里去，因此他带了不少临安府的衙役，此时正散在庭院当中寻找。忽然刘梦妍、谢堂的呼喝声已经向这边传来了。“我知道是你，你给我出来。”刘梦妍愈发着急，吩咐道：“分散开来找。”说罢他抱着那块石刻便向花园里走去，火把的亮光已经越来越近，呼喝声也越来越近，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得罪了谢堂，也就是得罪了谢太后。天已经走得脚都酸了，却还没找到那只猫。刘梦妍在假山边坐了下来，喃喃道：“小鱼兔啊，小鱼兔，这次被你害惨了。”“喵。”刘梦妍抬头一看，只见一只白猫正在假山上好整以暇的趴着舔着前爪，一点也不怕人。“小鱼兔。”“喵。”白猫放下前爪起身走了两步，再次应了。刘梦妍睁大眼看去，渐渐看清他那双湛蓝的瞳孔。哈，他长舒一口气，惊喜不已，竟真能让我找到。只是低头一看，自己手里还抱着那洛神赋的石刻。刘梦妍想了片刻，竟是俯身在假山下挖了几下，把手里的石刻放进去，仔细遮盖住。“小鱼兔，来，我带你去见主人。”他好言哄着假山上的猫，忽然一把将他抱了就跑。“喵喵。”刘梦妍已经想得很明白了，北面的王师早晚要进入临安，应该是很快就能进入临安，那石刻到时再来取便是了。而自己得到的命令是找这只猫，这才是投名状，办成了这件事，李霞才知道自己的能力。“快走。”抱着猫一路跑出李仁芳。刘梦妍当即便道：“
走，临安诸事已毕，连夜出城。今夜这一出，旁人只道是又香到饱，夜出临安，所有因浮华人心与百年积弊所造成的荒谬，也只能解释成是为了王献之的十三列楷书。次日，临安官场依旧，听说了吗？又香也逃出临安了，还顺手带走了谢安府使的宝丸。哦，什么宝丸？王献之的字，那朝廷是否缉拿他？逃出去的大臣那么多，缉拿得过来吗？朝廷还能如何？罢了官便是了。上朝时，文云孙听着这些议论，转回一看，发现身边的同僚又换了一茬。第1334章寄望开封，剑鞘在沙盘上方比划了两下。朕不希望攻下临安之后，在福建、两广还存在抵抗的政权，这是战事收尾时务需在意的事。如今李霞谈论南征战事的时间其实不长，战事进展很顺利，没太多值得讨论的。这日之所以几个重臣还聚在沙盘前，是因为赵宋又派使者来议和了。陛下，宋使到了。宣，宇文焕此时终于找到时间到。陛下，臣有一事禀报。昨夜宋使曾前来拜访过臣，送了臣一些礼物。说着，他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份礼单。史俊、王应麟等人同样也将礼单拿了出来。李霞看了道，好重的脸，朕便给不了你们这些赏赐。宋廷莫非是想策反诸公不成？吕文焕登时紧张起来。史俊却笑了笑，能够感受到李霞的玩笑意味道，策反是不可能的，宋廷还是希望能议和。韩琦安道，我想不通，他们凭什么认为陛下有可能答应？天气热了。季西虎道，我也有些机翼道，他们指望着我们的士卒不耐南方的湿热。可笑，将士连北方雪原都取得，若非亲耳所闻，实难想到一国之重臣只寄望于我军不耐炎热。议论了几句之后，宋使便进殿了，十分惶恐卑微地向李霞行了礼，自然不敢以礼逆呼之，而是尊为皇帝。之后表达了赵氏称臣的诚意。李霞坐在那里始终不出声，只在最后向史俊看了一眼。史俊遂出列道，女真南下之时，认为治理不了中原，于是扶持了伪齐，如今我陛下身为李唐后裔，英明神武，天下归心，难道还治理不了江南，还需要留着宋国？然上天有好生之德，若能早日平息干戈也好，议和虽不可，赵氏却可投降。你回去告诉谢太后，陛下已答应善待赵氏宗室。此时官德轻手轻脚的上前，低声向李霞禀报了一句，康妃想请陛下过去。哦，真让你找到了，你也没想到吧？我只是因舅舅逃了，想到了小乌图就问了一句，没想到真能找到。李霞接过了那封来自刘梦妍的信，看了看，这次终于认同了其人的能力。虽说是一桩小事，但确实是不太好办的，这比找物找人难多了。刘梦妍找到猫之后，并未盲目北上，而是先逃回了其家乡衢州，在信上说恭待王师南下，到时将携程而降，且必不让赵氏由衢州往江南西路。怎么样？赵京问道。我可没有调动于情思，而且还帮上你的忙了吧？你帮忙的地方多了，岂在这一点？李霞问道。收到宋廷的礼单了。嗯，但我没看，我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接到小乌图？快了，临安那么多你熟悉的人合适？就只在意一只猫吗？嗯，赵京认真想了想，点头道，我还真有想过，但最后发现除了舅舅和小乌图，临安城好像也没有值得我在意的人了。原本还能和表姐玩在一处，可她还要害我。她叽叽喳喳地抱怨了一会，却没有一句话是劝李霞答应议和的。总之是宋廷费尽心思送来的厚礼全然白费了。而仅仅就在宋廷千方百计想要求和之际，唐军已再次击败了张世杰，垂山失守，唐军水师沿运河而下，直逼临安。临安朝堂上又是一片惊慌失措。而如今的宰执陈义忠才刚刚回朝，此前在一心谋划议和，不曾想转瞬之间便遇到这种局势。陈义忠好不容易才斗倒了贾似道，熬走了王岳，如今连刘梦妍也走了，终于到了他专权的时候。过去他一直想要的就是这种权力，盼能够只手补天，现在好了，他才伸手要补，已经是天崩地裂。左相，眼下如何是好啊？听着谢道清不停地问如何是好，陈义忠也是心慌意乱，仓促之间也拿不出良策，只好应道，臣请征发城中15岁以上男子保卫社稷。殿上有官员一听便感到不妥，彼此对视了一眼，时任签书枢密院事的黄庸便上前一步，正待开口，谢道清却已迫不及待道，快，依左相所言传旨。殿中立即又是一片忙碌，根本没有给黄庸开口的机会，竟是在这天傍晚，旨意已传送出宫，临安城一片哗然。文云孙得知，当即便上书反对。到此时，谢道清才想起来，还没给这个毅然到临安勤王的官员安排差遣，又召陈义忠相问。陈义忠略一想道，禀太后，可擢文云孙为平江知府，依左相言速传旨，平江府及苏州以唐军如今的攻势，苏州已是首当其冲，而文云孙却是一个并无太多战阵经验的文官，此时敢去任知府，显然已不可能阻挡唐军。是也，与文云孙交好的官员纷纷赶到驿馆，今王岳、刘梦妍皆逃，太后寄厚望于陈义忠，然其不知兵事，满城俱笑之，宋瑞何必再听他胡乱差遣，还去任甚平江知府。陈义忠原本并不庸碌，如今却真是乱了阵脚，失了分寸。宋瑞
陈默再去了。韦云孙却是摇了摇头道，此去不敢求功成，唯求全忠义。次日他收好行囊，动身北上，沿着运河全都是退下来的败兵，唯独韦云孙的船只逆水而行。数日之后，前往开封的信使回来了，李霞说议和不可，唯有投降。他还说，谢道清又惊又怒问道，他还说什么？禀太后，他还说会善待太后与官家。陈一中摇了摇头道，太后如臣所言，李霞不会轻易议和，让他服软，唯有迁都不可。谢道清年老，并不愿跋涉奔波，摇头道，高宗皇帝六妃难度，朱棣钱塘于此保全社稷，如何轻易弃逃？这还是他少有的拒绝陈毅中的提议，或许也与李霞所言的善待二字有关。相比而言，迁都似乎更艰险，正是高宗皇帝没有死守开封，方保全了大宋140年的基业啊。陈毅中不甘心，他逃回温州之时也想过弃官就弃官，但心里很确定，除了自己没有人还能力挽狂澜，他认为他还有机会能够载治天下，重振社稷，最终成为谢安、周公一样的人，还没有失败。他自比为轻松，不会轻易被严霜打倒，请太后相信臣，入伏之后北兵必不耐南方酷暑，待战机医治，形势方有转圜，前提是大宋社稷还在，太后还在，天子还在。劝到这里，陈一中声泪俱下，跪倒在地，臣请太后迁都，臣等请太后迁都。殿中几个重臣也纷纷跪倒请求。谢道清虽是真心不愿跋涉，却不知如何面对这样的场面，他是个没主见的妇人，被逼得下不来台，只好道，朱清快起来，快起来吧，老身答应便是了。是日又有旨意传往平江府，传旨诏令才到平江，不过短短数日的文云孙放弃苏州防线，退守余杭。第1335章迁都。迁都之事已说过许多遍，从鄂州之战开始，但凡有敌兵逼近长江，宋廷的第一反应都是迁都，只是每次都因有朝臣反对而作罢，如今真决定迁了，反而让人有种无从下手之感。逃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谢道清已年逾六旬，他尚未及笄便入宫，在临安大内生活了一辈子，如今听陈一中说要先去温州再去福州，想到那一路上的山长水远以及抵达后的穷山恶水，不由悲从中来。依宰相所言，收拾行李吧，太后恕罪，奴婢不知该收拾哪些物件。谢道清转头看去，这大殿上的摆设琳琅满目，件件都教人舍不得丢下。他伸手抚摸过柱子上的雕饰，抚摸过鎏金凤首熏香炉，再看向那挂着红绿宝石的珠帘，眼眶一红，老泪纵横，这一哭再也停不下来。他坐倒在柱边，脑子里蓦地想起了一首词，雕栏玉砌因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谢道清是喜好曲词的，他的宫廷供奉中便有许多善填词的琴师，如今名声最盛的便是汪元亮，然而今日不必汪元亮填词，亡国之仇的词句他脑子里已经有很多了。哭了好一会，谢道清平静下来，吩咐道，只要收拾些金银细软以及能带走的小件，遵太后一旨去看看内堂里还有多少存银，发给百姓作为路费。遵太后一旨，好不容易处理完这两桩国事，谢道清继续哭，直到谢堂前来求见，他才收了泪水，重新坐定。太后，听说你答应陈一中迁都之请了，议和不成？谢道清以袖抹泪，哽咽道，不迁都还能怎么办？可这如何能迁得了呢？谢堂焦急不已，他侵吞了贾似道阁领别院中的财物，显然是搬不走的，因此一心寄望于议和。议和失败之后，他也心如死灰。可仔细一想，李霞不接受议和，却可接受投降，投降与议和又差在哪里？无非是皇帝换个人当，谢家不再是皇亲国戚了，但哪怕这两浙镇抚使高官不当了，仅凭如今有的钱财也是几辈子不愁吃穿，那又何苦跑到福建路那穷山恶水的地方当山大王？不仅这些钱财带不走，路上万一被毒虫咬了，落得个出师位洁身先死，没必要为赵氏卖命到这个地步。如何能迁都呢？姑姑忘了侄儿曾与姑姑说的吗？谢堂道，这些朝臣满脑子想的都是立皇子为帝，行废立之事而专权。刘梦言是这样，陈一中就不是了吗？姑姑分明不想迁都，他却逼迫姑姑，这是权臣的手段啊。谢道清本就是个没主见的，一听便连连点头。谢堂又道，今日听到消息，侄儿首先想到的是董卓奉诏秦王，却是杀了少帝与何太后迁都洛阳。试想等御驾到了温州福州，国事更由陈一中专断，姑姑岂还能说上半句话？他揣的是这心思。谢道清悚然而惊，吓得站起身来。太后，谢堂换了郑重的语气拜倒道，万万不可迁都啊，可若不迁都，唐军来了如何是好？依臣所见，您为后周柴事不当孤魂野鬼，可老身已答应陈一中迁都之请，旨意也已经下发于群臣了。谢堂道，反悔便是，这如何使得？旨意已下，到时群臣逼迫，老身如何控制得了局面？谢道清终究是魄力不足，心知自己根本没能力御下。谢堂也为难起来，皱眉思索。过了许久，有工人赶到殿外问道，禀太后，车驾已备好了，不知何时启程？谢道清一愣，转头看向谢堂，真是乱了分寸了，竟连何时迁都也没定下。谢堂听了，眼珠一转，
不由计上心来。姑姑，侄儿有个办法。天色渐暗，陈一中终于结束了枢密院繁忙的公务，回到家宅准备收拾些重要物件，以备明日迁都。走过前院，他不由停下脚步，伸手放在柱子上，长叹了一声。这间院子虽小，在临安置办下来却不易，他就是在这里一步一步登上相位，正待大展拳脚却落得仓皇而逃。翌日北归须记曲，心中感慨正有了诗意。忽然有夏丽匆匆跑来，左相，宫中出事了，太后久等你不至，发怒了。陈一中不由一愣，讶道：太后何时召我？左相请太后迁都，宫中已装四升车，唯待左相。陈一中想了想，末了敲了敲自己的脑袋，确实是没与太后说何时启程，最近太过忙乱了，遇事不够镇定，是我疏忽了，这便去向太后解释。陈一中遂又返回宫中，赶到殿上，只见百官正跪在地上请太后息怒。臣拜见太后。陈一中连忙上前拜倒，解释道：臣怕有什么东西砸在了他的官帽上，之后掉落在他面前，那是一只玉坠耳环。太后再一抬头，正见谢道清含怒将另一只耳环也摘下，用力向他掷了过来。祖宗基业在此，我本不欲迁都，而你几次请求却是戏耍我不成。谢道清抬手斥喝一声，转身便走，喝令一架转回后宫。陈一中连忙请罪，请求内引奏对，谢道清却不肯再见他，砰的一声，后宫的宫门闭上，迁都之事竟就此作罢。哈，陈一中苦笑一声，转身回顾，落日已在宫墙处散尽最后一缕余晖，祖宗基业在此，可笑，本以为这夜就这样了。然而当陈一中再次回到家中，小厮却上前禀报了一句：相公，有客来访，说一定要见相公，正在前堂坐着。陈一中眉头一动，迫不及待问道：谁？他心里隐隐有种期待，期待那个惹人生烦的王饶再来一趟，只为了劝降他。小厮确实道：是两浙东路府御史全相公全永监。陈一中初时有些失望，但略一沉吟，还是点了点头。他整理了自己的官袍道：备茶。次日谢道清怒气依旧未消，不肯见臣子，但宫门还是开了，有御医常例入宫来为赵琦诊断。隔着层层黄幔，全久看着赵琦那张毫无生气的脸道：他看着就像是快死了，所以我们要准备好退路。站在全久身后几步的全永监应道：国都要亡了还退路？谢道清装模作样，还不是想要投降。呵，他真以为李霞不会为难他？蠢妇。全永监道：我们却要清醒，我们得罪过李霞，他不会放过我们的，是你得罪了他，不是我们。你别忘了，你下令毒死赵金，而赵金如今就在李霞身边，还有颜荣那个毒妇，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你吗？我恨不得自己发了疯。全九道：一刀捅死那个废物。全永监一开始没听懂，愣了愣之后才明白，他说的废物是指赵琦。为什么我的运气就那么坏？为什么我嫁给了世间最无能的废物？全九回过头盯着全永监又问道：这就是全师给我的一切？够了，我没工夫听你这妇人抱怨，眼下的关键是带着赵夏南下，宫外我已经联络好了，宫里却需要你安排，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全永监说着忽然发了火，因为全九的眼神始终是带着蔑视，一副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的表情。他脸色很白，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候，他还精心化了妆容，乍看还是一位端庄美丽的皇后，走近了却能感受到一种怨恨疯狂交织的气质，叫人不舒服。全永监就很讨厌与这个妹妹相处，却又有些害怕她，于是发了火之后便放缓了语气：我也是在救你，不然我忙前忙后为了什么？你就不想当太后吗？全九反问道：什么时候走？就在这几日。全永监道：我已与陈一中说好了，他会想办法让我们名正言顺的走，方便以后号召天下。做得到。谢道清一心投降，他怕李霞怪罪，必不敢送走赵夏。能为大宋保留血脉是正理，只要陈一中提了，谢道清没有理由反对。全永监道：到时他会调兵马护送我们温州往南多山地，往后便是回不了临安，在闽地称王也好。镇江府被征用为行军大营的府衙灯火通明，高长寿正在召诸将议事，旨意你们都看到了，陛下不希望战火绵延，在我们攻取临安之后，宋廷还有人在南方顽抗，大帅末将有一计。说，陆小友走上前，在沙盘上指点起来道：大帅率大军沿运河而下之前，何不遣一支小股骑兵绕太湖走湖州，抢先封锁宋廷逃窜的路线，江南水网交织，骑兵单独南下，欲江河如何行军？我大唐民心所向，末将相信沿江必有舟船相济，请大帅与末将一试。好，陆小友领命。一枚令符抛了出去，陆小友匆匆退出大堂，有士卒与他擦肩而过，赶到堂上禀道：报大帅，丹阳县已归顺，那就没什么好意的了。高长寿指了指沙盘道：我们离临安已只隔着两个城池了，常州苏州，南征灭宋只差最后一口气，万不可在这最后出了岔子，你们务必督促士卒秋毫无犯，若敢有扰民者严惩不贷。大帅放心，让将士们好生歇一夜，明日攻常州。诺。第1336章再换一人。平江府，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今平江府苏州作为陪都府都，
其繁华程度并不逊于临安府杭州。从春秋时建成以来，苏州城的位置一直就没有变过，虽历千年，依旧屹立在太湖之滨、大运河畔。苏州本就是东南大都会，丝织、造纸、造船等手工业发达。宋建炎南渡之后，本有意建都于此，并计划把内城改为皇宫，但不久后还是选择了杭州。因此平江府的府衙规模十分宏大，府衙是工程格局，分为大厅、公干、后宅、郡仆四个部分。文云孙到任数日，连大厅都没能够逛完。而唐军在垂山攻破张世杰的防线以后，以火速反攻镇江。就在文云孙到苏州的当日，镇江以南的丹阳县望风而降，唐军与苏州之间已经只隔着一个常州了。文云孙即命平江郡诸将支援常州，由朱华、尹玉、张全三名都统领兵沿运河而上，却没想到这边军队才离开苏州北上，次日便得到了临安的旨意，除文云孙知平江府事，擢知临安府事，即日领平江郡退守杭州。钦哉，臣谢陛下隆恩。文云孙领了旨意，却是问道，却不知接下来由何人镇守平江府，我就是个传旨的，如何知晓这些？这便请文相公动身吧，今我已令诸部援常州，不如先代守住常州。文相公，朝廷可是命你即日退守？文云孙只觉苦涩，他甚至没有骂朝廷朝令夕改，因为知道局势恶化太快，许多事朝廷也是无可奈何，但既已把部将派出去，他便不打算辜负他们。于是平生初次违背了朝廷的旨意，在将士们进入常州之前，我不走。文云孙说罢行了一礼，继续到堂上督运粮草。而将士们的消息也没有让他等太久，仅仅在两日之后，战报便已传来。报，浑身是血的士卒匆匆赶进了平江府衙，拜倒在文云孙面前。报，文云孙见他说不出话来，表情便浮出悲色，问道，败了，败了，我们才过无锡县，常州城就已经被唐军夺下了。朱将军，行军到了渔桥，被唐军击溃，溃军冲乱了我们的船队，将军下令撤退，退到无锡县外，遇到张权的渡船，有士卒想扒渡船，张权下令斩断他们的手指，都淹死了。说到这里，那士卒大哭起来，文云孙便知这是隐喻麾下士卒，亲手扶了他起来，问道，之后呢？将军只好组织残兵抵抗唐军，张权却一箭不发就逃跑了。将军遂命我回来报信，请知府一定要严惩张权。文云孙却还没得到张权的战报，想来其只怕是率领部下逃到太湖了。没过多久，却又有士卒跑来报信，说朱华、尹玉已相继投降了唐军。临安，当陈一中不再提迁都一事，谢道清终于召群臣内引奏对了，禀太后，张世杰、文云孙已退回了临安。好，好，谢道清喃喃了两声，殿中群臣不由面面相觑，不明白太后为什么还称好。苏州既然丢了，临安以北几乎就没有屏障了。比如嘉兴府并不是战略要地，且李霞本就出身于秀州李氏，还能指望嘉兴能挡住叛军几天不成？其实谢道清根本就没在思考这些，双目无神地道，好，真是忠臣，召见吧。事到如今还不逃的确实都是大宋的忠臣了，何况当此危急之际，已只有这两名重臣愿意拱卫临安。待文云孙、张世杰入殿，谢道清便赞赏的点了点头，道，两位爱卿奔波辛苦，忠心可招，当得重用。左相以为该如何敕封两位爱卿，没想到陈一中却是不答，而是上前一步，道，臣请太后以大宋社稷为念，先遣大将护送皇子南下，如此臣等方可于临安与叛军背水一战。谢道清愣住了，他没想到陈一中竟敢不回答他的问题，且还要再次逼迫于他。然而与此同时，殿中诸臣也已纷纷请旨，臣等请太后以社稷为念，遣皇子南下。你们，谢道清看着群臣，希望能找到反对此事的人，他目光落在谢堂身上，谢堂显然是想反对的，只是眼见众臣意见一致，张了张嘴之后却没有说话，最后竟还与群臣一起跪伏于地。不一会儿之后，殿上唯有文云孙、张世杰还站着，因为刚回临安而显得有些迷茫，谢道清不由对他们寄予厚望，他方才还想封赏他们，臣请太后以社稷为念，遣皇子南下。张世杰先开口表了态，其后文云孙略略犹豫，做了同样的表态，请太后遣皇子南下。一场内引奏对之后，谢道清留谢堂议事，开口便斥道，一直以来不是你说的吗，要提防这些臣子行废立之事。太后息怒，既然群情汹涌，答应他们又有何妨，以免到时投降有人跳出来反对，可若是李霞因此而迁怒老身又如何。谢堂道，侄儿方才忽然想到，若真有群臣拥皇子南下，李霞方知赵氏有有民心，越不敢对太后不利。谢道清一听又觉有道理，他于是再次被说服了，而还需要他定夺的国事已经越来越少，高长寿取常州之后稍作准备便继续南下。时宋军已弃守平江府，其后嘉兴府归降，唐军行军的速度甚至于赶不上宋军弃城投降的速度，于是没能在苏州多停留，高长寿便继续南下，在八月初三兵抵临安，在城北40里的高亭山驻兵，宋廷还未迁都，想必是要投降了。也好，高长寿点点头，继续抬着望筒看向远处的城池，他曾来过临安，那年是随李霞从开封归来，
可到了临安之后便一直在被陷害追杀，只能躲在租赁来的宅子中，因此他没怎么见识过临安的繁华，却已深切体会到宋廷的腐朽。回首往事，谁又能想到当年那个差点死在临安的逃犯，如今能领兵前来灭宋。陛下，不希望战事拖太久。高长寿回过神来道，接受宋廷的投降，从此四海一统是最好的。传信给宋廷，命他们派使臣来投降。诺。这边才传出命令，不多时便有士卒来报，宋丞相陈义忠带宋廷投降，请到军中拜见大帅云，让他在日暮之前抵达。诺。高长寿踱了几步下令道，且不急于攻城，待本帅见过陈义忠再谈。大帅，宋廷虽未迁都，却很可能转移皇子宗室，他们可能早便转移了，便是此时才走，由钱塘江顺江入海，你拦得住吗？高长寿道，不必再吓唬他们，等他们投降吧。是。高长寿遂就在大帐中闭目养神，等待陈义忠前来。天色一点点暗下去，营中点起了火光，高长寿睁开眼有些讶异，问道，陈义忠没来？禀大帅，并无召送使者出城前来。高长寿愣了愣，想了一会儿，对宋廷这一番形势实在是想不通，他喃喃道，既不迁都也不投降，说好了又不来，为何呢？太后，不好了，陈义忠逃了。什么？谢道清吃惊不小，惊慌起身，他怎么可以逃了？虽然说好了送走皇子之后朝堂上下便可抱必死的决心背水一战，然而唐大军一到高亭山，百官中根本就没几个人真敢出战，事已至此，还未逃走的官员几乎已做好了投降的准备。谢道清是看陈义忠没逃，遂把请降的重担交给了这位宰执，原本答应的好好的，不想临到头了竟能出这般变故。左相人呢？还不快把他找回来。回太后，左相本已穿戴了官袍，准备出城见唐军统帅，许是事到临头怕了，没有如约前往，入夜后便乘船离开，眼下只怕已经到海上了。谢道清听了几乎要晕过去，怎么办怎么办，唐军是否会以为老身投降之意不成，心中喃喃着，他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吩咐道，快去找谢唐前来。快去。谢唐连夜赶到宫城，一听谢道清所言，当即吓了一跳，太后要我到唐军军中请降，我岂能代表赵氏社稷，你如何不能？谢道清大怒，你乃老身的侄儿，大宋的两浙镇抚使，可我不是宰执。谢唐连忙摇头道，如此大事自是要宰执出面，那便封你为宰执。谢唐愈发害怕，既不愿去唐军军中，又害怕当了出头鸟，缩头道，我不善语言，难担大任，难道我堂堂大宋连个敢使敌营的忠臣都找不出吗？谢唐心念一动，连忙道，禀太后，臣以为有更适合当任宰执的人选。谢道清愣了愣，他不曾想到仅在这短短数日之内，朝廷竟还需要再换一任宰相。第1337章将表。临安府衙就在吴山脚下，西湖湖畔，夜深时，工房中还亮着烛火，那是新任的临安知府文云孙正在烛火前观看地图，有脚步声在廊上响起，有人提着灯笼走到工房外，嘟嘟嘟敲了三下门，文云孙抬头一看，讶道，张少保。张世杰如今已被提升为保康军节度使兼检校少保，这已经是宋廷武将能晋升到的极致了。孟拱当年以一己之力支撑大宋，去世之前也不过是这样的官位，张世杰脸上却没有出任高官的喜悦，反而显得憔悴而沉重，他将灯笼吹熄了放在一边，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开门见山便道，皇长子已经到海上了。文云孙抬起头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一方面他身为宋臣要尽忠，必然是要为大宋社稷保全血脉与恢复的希望，该盼着皇长子能潜逃，但另一方面明知朝代兴替已不可避免，他有时也觉得早些一统早些太平也好，心情矛盾万分，于是不知所言。张世杰又道，我们到温州天心寺与他会合。我们皇子身边的官员不多了，我希望你能过去。文云孙沉默了片刻道，我并未得到诏令，太后与官家既打算投降了，岂还会下诏让群臣南下，愿保社稷血脉者自愿南下而已。文云孙看向了放在地上的那个灯笼问道，张少保不急着出发。张世杰用手搓了搓疲惫的脸叹息道，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文云孙道，我想做对的事却已分不清对与错，如今我受任为临安知府，便尽知府之职，报天子重恩，保一城百姓，如今不愿离开临安的官员绝大多数都已做好了投降的盘算，你也是。张少保之意，只有弃官而逃才是忠臣。张世杰摇了摇头道，我从镇江败退回来时，只有你还赶到平江府镇守，你若说你没有投降的打算，我信你。多谢。旁人都是打算投降才留下，你既不打算投降，留下只会成为囚徒，随我走吧。文云孙摇了摇头道，我是临安知府。张世杰不再劝，起身拿起灯笼重新点燃，这个过程中他动作并不快，也许是希望文云孙改变主意随他南下，也许他希望文云孙能反过来劝他一句，别再难逃去服侍一个幼主了，你明知道就大宋社稷已然无望，何必叫无数将士百姓白白丧命。张世杰知道在临安城中只有文云孙能劝得了自己，可当灯笼再次被点亮，身后还是没有声音，后会无期。张世杰遂与文云孙做了别，出了这间工房离开临安府，
走进了依旧热闹的大街。唐军兵临城下，而临安百姓并不太慌乱，小贩们依旧沿街叫卖，有年轻人高举着报纸大嚷着，使得人群往那边聚集过去。父老乡亲们，这是北面流传过来的报纸，上面有新军宣告天下的旨意，告诉百姓不必惊慌，王师已延斥军事，勿令飘节，临安城改朝换代，是不易似。喊话的多是对北面有好感的书生，一开始还只是聚在一起议论些反师，如今已经越来越明目张胆了。这是投降前夕的临安城，人心扰动，无人能管。张世杰没有理会他们，而是赶向城南，登上了船只启程。诺，船只连夜出了水门，进入钱塘江。临安府衙，文云孙已有些无心公务，愣愣看着门外发呆。他隐隐感受到张世杰来，是想听自己劝几句，但很多事他自己尚且没有答案，如何劝别人？正想着，廊上又有火光亮起，文云孙以为是张世杰又回来了，开口道：张少保是想明白了。一个灯笼先进入了视线，尚书大内二字，其后是几名宦官进了公房。文相公这么晚了竟还在府衙里呢，累得咱家好找。几位大官有何事？喜事，喜事。烛光映着那笑脸，再听得这喜事二字，文云孙有些恍惚，恍惚社稷不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而是太平盛世。知临安府是文云孙朝廷之砥柱，国家之干城也，岂可泯其计而不加之以宠命乎？今擢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惜之敕命于细。文云孙又愣住了，直到那封明晃晃的圣旨被递到他手里，耳畔还响起了一声呼喊：右相，右相，恭喜右相，贺喜右相。臣何德何能？右相是状元郎出身，才华盖世，更何况右相的忠义官家与太后都是明白的，如今有些事若交给别的臣子，只怕他们未必尽力。何事？右相有所不知，如今官家有意遣使到高亭山求降，若派别的官员去，怕是会只顾着向北人表忠心，唯有右相还能为社稷据理力争啊。文云孙说不出话来，这一趟到临安秦王，他没想到自己能从知州升到了右相，站在了大宋文官之巅，但怕是行不了宰执之权了，只能以宰执的身份带宋廷请降。若问他愿意吗？他不愿意。天光渐亮，高长寿披上盔甲，站在沙盘前，看着临安城的地势，他想不通，宋廷若不降，还有什么能力守住临安？而陈义忠竟还敢爽约：大帅，宋廷使节到了，先问问他，戏耍了本帅之后，还敢前来，不怕死吗？不多时，士卒回报道：大帅，宋使节称今日乃是奉传国玉玺以及降表至军前投降，请大帅息怒。高长寿一听，首先感受到却是失望，他昨夜想了很久，思考陈一中爽约之事背后藏着怎么样的计谋，结果却只是陈一中不敢来或不愿来而已。直到看到一方玉玺被捧着进入大帐，高长寿的失望之情才渐渐褪去，他凝视着那枚小小的玉玺，对宋廷依旧感到轻蔑，因这趟南征实在太过轻易了，赵氏甚至不配被称作是个对手，但至少天下顺利一统，那持续了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终于要结束。高长寿一个大理人也为此而感慨万千，罪臣贾余庆参见大帅。那宋廷使节贾余庆在高长寿面前跪下，呈上了降表。陈义忠位于王师天威，连夜逃遁。宋国主担忧大帅发怒，先遣罪臣奉上玉玺与降表以息大帅雷霆之怒，而后投降诸事，请大帅再召宋丞相前来商议。高长寿问道：宋丞相何人？大帅恕罪，罪臣连夜出临安，赶路四十余里，方慕大帅天威，尚不知宋廷拟定何人为相。贾余庆说罢，重重磕了个头，其后便开始表忠。高长寿挥了挥手道：念降表。诺。贾余庆不敢起身，把头埋得更低，唯有两股举得老高，以十分谦卑的姿态摊开了降表。宋国主陈琦仅摆拜奉表言。这个开头高长寿与身后诸将都是满意的，因宋廷的姿态放得足够低，贾余庆也是松了口气，继续念起来：微臣幸以先祖之机构，因时而攒成，先不识陛下之圣德，远凡劳师之讨，请命求安，方蒙宽恕，王师才退，幸事又于北捷外鲁，被蒙误国，遂劳再罚，并心问罪之师，臣非不能谦蔽，以求苟全，今天命有归，臣将燕往，谨奉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建存州郡，西上圣朝，为宗社生灵齐哀，请命，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拒之陨绝，屈赐存权，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泯望。一身紫色的官袍披在了身上，文云孙却并未感受到他所带来的荣光，只感受到苟且求生的屈辱，以及曲终人散时的冷清。枢密院的工房中，桌案上还摆着那封降表的草稿，丞相的印章就丢在一旁，可见昨夜是何等的仓皇。文云孙没有收走已属于他的右相印，而是将它封存起来，等待着呈给唐军统帅。右相，贾相公回来了。文云孙转头看去，只见贾余庆已退掉了那身官袍，只穿着白色的中衣迈进工房，脸上有种轻松之色。宋瑞，哦，见过右相。贾余庆行了礼，却是叹息一声，低声道：你还年轻，又是状元，
何必揽这烂摊子？文云孙不愿聊这些前途私事，只觉心里难受，道：高元帅如何说？请吧。文云孙点点头，出了工房，与新任的左相无间、签书密院士加炫翁同签书密院士刘条等人一道，再次往高庭山向义投降的细节。此时他唯一有些庆幸的是，不需要由他来念那一封降表。本以为投降诸事需要据理力争的会有很多，然而一直进了唐军，直到高长寿的大帐中却并未遇到任何刁难，甚至帐中还摆了几张桌椅。坐。见礼之后，高长寿以公事公办的态度道：时间紧，我长话短说，首先我的士卒暂时不会进入临安，以免百姓恐慌，因此谢道清、赵齐需要领百官出城投降，这是今日让文云孙庆幸的第二桩事。当他正面与唐军统帅打交道，反而发现朝代兴替没有那么可怕。第1338章最是仓皇辞庙日，修长白皙的手指在琴弦上一捻一抹，零零的琴音便响起了。抚琴的是个面容姣好的白衣男子，气质沉静。谢道清看着他忽问道：先生今年还未有30岁吧？学生是辛丑年生人，属牛，20又9矣。如此说来，李霞只比先生大一岁。谢道清低声喃喃道，却以这般蛮横霸道。汪元亮不知这些，一边抚琴一边开口唱起词来：一片风流，今夕与谁同乐，月台花馆，凯尘埃默默，豪华荡尽，只有青山如落，钱塘依旧，潮生潮落。他没有掩饰着亡国之际的惆怅。谢道清为这词曲触动，须臾便红了眼眶。他闭上眼，仿佛看到了这临安宫阙荒芜，更无情的却是钱塘江在自己离去之后依旧潮生潮落，不知离愁，正沉浸在哀思之中，偏连这最后的清静也要被人打破。太后，有内侍匆匆赶来禀道诸公回来了。琴声戛然而止，谢道清回过神来，摇手道：荣老身听完这一曲可好？他堂堂太后用的却已是种类似于乞求的语气，这诸公已在前殿后见，像是十分着急。唉，摆驾吧。谢道清叹息着起身往外走去，他恨自己为何不早些死了，免受这样投降的屈辱，亡国的骂名偏又留恋着尘世。走了几步，忽听的身后琴音又起，汪元亮那带着悲意的动听歌声传了过来：玉梅消瘦，恨东皇命薄，昭君泪流，手捻琵琶弦索，离愁聊寄，画楼哀角。谢道清屡屡回首，心知这恐怕是自己最后一次听他唱词了。可惜凤辇已被抬起去往选德殿，殿上去往高庭山议事的诸臣全都回来了，表情各有不同，无间神态疏离，嘉炫翁面露悲色，刘条目光茫然，唯文云孙十分认真而郑重，一板一眼地禀报着诸多大小事宜。太后与官家出城之后，高元帅会派人来解散所有朝廷征召来的义兵，依名册发还回乡，其后他会在临安设两浙安抚司，派文官入城安抚百姓，清点钱粮。够了！谢道清忽然哭喊着打断了文云孙的话，大骂道：向你问计时一句话没有，如今想了却有许多话说。文云孙抬起头，却也已是双眼通红，他没为自己解释什么，而是应道：太后为生离百姓计，不愿牵蔽，而今臣所议之事，正为太后之所顾念。谢道清嘴唇张吸了两下，没发出声音，他似乎暗骂了文云孙两句，文云孙自是听不到，低下头继续说起来：朝廷所要做的事，配合唐军招降天下各路尚未被攻克的州郡，并发告天下大宋已归顺，再举其相抗者皆为逆贼。其后几日，唐军将分兵屯驻要害之地，并派人接替陵园守军，防盗贼破坏历代陵墓。皇子若在温州举事又如何？高元帅似不在意，称官家出将便代表天下一统，他会带官家回开封觐见，以示太平。文云孙没说哪些事是他据理力争来的，始终是平静克制的语气。谢道清越听越悲，再次打断问道：官家何日出将？就在明日。次日，文云孙再次见到了赵齐，经过了御医的日夜照料，赵齐似乎恢复了一些神智，大部分时候已不再发癫，只是躺在那斜眼看着人。越被这样斜眼看着，文云孙越发感到悲凉，有宦官上前为赵齐解下了发簪，将他的头发完全披下来，又除掉了他身上的蓝袍。脱，嘿嘿，脱衣了，美人呢？这句话忽然有些刺痛文云孙，他心底有些执念终于是开始松动了，于是默默跟在赵齐身后，百官之首的位置，一路出城。队伍很长，每个人都披着头发，只穿中衣，才出宫门便有人开始气馁。就是在这种气氛中，队伍缓缓穿过了临安城，由北面艮山门出城，前方看到的是整齐的军阵，杀气震天，与宋廷这些俘虏役相比，颇有种杀鸡焉用牛刀的感觉。本就气馁不止的降人们更是害怕，尤其是赵齐那数不清的妃嫔，美人哭声凄切，叫人断肠。抱着琴走在宫廷供奉的队伍里的汪元亮抬起头，努力止住泪水，眼前的一切都触动着他柔软的心，他想要再填首词，可此情此景已没有一首旧词能完全表达这种哀切。于是当身前的人停下脚步，汪元亮跪倒在地，放下琴抚弦，悲声唱了起来：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周围的琴师都熟悉，难免便有人跟着唱：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层石干戈。曲词声传到了队伍的最前方，谢道清肩膀一抖，连忙
抹泪，泪水却还是不住的落在土地上。一旦归为尘土，沈妖攀病消磨，他想到李玉投降之后境遇并不好，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此情此景，正如李玉回忆之中，大宋灭南唐之时，忽然场面一静，所有人的曲词悲泣都停了下来。那是唐军统帅已经到了，向这边走了过来，最后站在了宋廷君臣的面前，以淡漠的语气说了一句：是对他们的悲伤的回应。君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寻常事。君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寻常事。亳州李霞留在墙上的血书还在，一开始是作为证据被保全下来，后来整个宅子都被张家买作产业，待到两年多以前唐军攻下亳州，他却成了御笔，血迹已经模糊，笔迹也很难看，笔锋中却透着凌厉。在赵宋朝廷投降的一个月之后，宋氏宗亲与百官恰行到亳州，离开封已经很近了。高长寿带着文云孙走过小巷，走进了这间废置的凶宅。前些天带宋瑞看了我大唐如何治理两淮，今日带你看看当年陛下北上时留下的痕迹。文云孙目光看去，只见高长寿指点了屋子各处，说着：这里死了一个蒙人，那里又死了一个，从杀人到灭宋代兴。再看墙上那寻常是三个字，让人能感受到一种近乎冷漠的决然。他却还是问道：高元帅想让我看什么？看陛下当年是在何等险境之下奋死正抗，在决定抗蒙的同时还要反宋。高长寿问道：当年他们都是小卒，深入敌境，却只看到尔赵朝廷的尔虞我诈，值得卖命吗？文云孙不答，反问道：有笔墨吗？来人，给他笔墨。须臾，笔墨拿了上来。文云孙四下看了一眼，走到对面的墙边，伸手抚去了蜘蛛网与灰尘，提笔便写起来：万里金瓯失壮图，滚衣颠倒落泥图，空留杜宇声中写，半脱离龙汉下须，老去秋风吹我额，梦回寒月照人孤。一首诗写到这里，高长寿微微摇头，觉得一般，俱是些倾诉苦难之语，有负状元之名。直到文云孙写了最后一句，他才觉眼前一亮：千年成败俱尘土，消得人间说丈夫。一句千年成败俱尘土，终于与那今朝亦是寻常事有了同等意境。但不知文云孙认为如何才算大丈夫。高长寿正想询问，文云孙却已抛下笔，长出一口闷气，自转身出去，显然不愿多言。此事或许唯有到了开封才能知道了。第1339章新王朝。开封并不大的殿宇中透着股浓郁纸墨气味，书架上已摆满了文书，下方还堆着几个书箱，而就在数月前，这里还是空空如也。虽说李霞不会秉烛务工，但也从来不肯荒废一日，政务处理的算是很顺畅。他打开了一本册子，若让旁人看到，大概看不明白册子上的内容。册子左右两边各画着一张地图，左边的地图上写着一个名字，疆域却还要更大些，右边的地图暂时还小些，北到燕山，西至玉门而已。右边则还写着好几行字，诸如早百余年一统制度优化，青苗伯父修养生息工业革新，开疆拓土等等。李霞手握着一支铅笔，准备在那第一行字后面打上个勾：14年削平天下，勉强达成目标。然而只画了一半，他却又停下笔来，还没有完全达成，心中自语着，摇了摇头，到最后也没把这个勾画完。他干脆翻了一页，后面则是一列年表，第一个格子上写的是丙辰龙年，下面的小字则是立功谋官，在第14个格子下方写的则是一统二字。铅笔在后面点了点，继续写了起来，字迹已好看了不少。移民屯田至黄河，整治江南官场，迁都文教科举。册子就那么大，已写到了第15格第16格。李霞的眉头便微微皱了起来，有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官德的声音在殿外响起：陛下，高元帅的信使到了，宋主已快到开封。赵李霞收起了自己的小册子道：再去请相公们前来议事。朱清家且先看这封情报。朕得知宋廷一些文武带着赵齐之子赵夏南逃了，约在温州江心寺会合。韩齐安接了，看过后又再次确认了这封信报传出的日期，掐指略略一算道：想必高元帅从临安启程回朝之前已安排了兵马评判。韩清以为是否等拿到了赵夏宋廷完全灭亡，再一并受朝，祭告天地宗庙。回陛下，殊无必要。韩齐安行礼道：自赵齐奉上国玺与降表之时，宋已亡，陛下已一统天下，其他流窜者不过余孽罢了。陛下若再等这些余孽，未免太过于重视他们。李霞点点头道：那便安排吧。对于文武官员乃至于百姓们而言，这次受朝是一桩大事，他宣告着天下一统，结束了自五代以来的分裂，于是每个人都想要亲眼目睹这场盛典，见证盛世的开端。受朝的地点便设在南薰门，因开封城中并没有足够恢宏的宫殿，因此李霞亲自选了这个城门。南薰门是外城门，与内城朱雀门直通，连接他们的便是汴京御街，长达十余里，宽200步，它足够宽阔，容得下文武官员与将士，也容得下前来朝见的俘虏以及官里的百姓。咚，当来朝的队伍出现在城南，城台上的士卒们用力敲响了大钟，钟声回荡了很远，百姓们纷纷嚷嚷道：宋主来了，宋主来投降了。他们不能上城墙，只能站在御街两侧
翘首而望，等宋主进城看一看宋主长怎么样。至于为什么要看，好奇而已。随着悠长的钟声结束，分部站在女墙边的士族们便开始向御街这边的百姓们宣读宋主的降表。宋国主陈琦仅摆拜奉表言，百姓们交头接耳，犹不习惯这种战胜者的感觉。待一篇降表念罢，城墙上接着便宣布了一句：府37，州128，官监2，县733，进归大唐。从此四海陈述，不分南北，俱是一国之人。天下州郡不论远近，正出于一门。御街上站得远的人听不到，便问前面的人，百姓们却复述不出到底有多少州县，于是最后都会成了一句话，在十余里的长街上沸腾了，天下一统了，天下一统了。不多时，听得马蹄声从城洞中响起，有威风凛凛的将领策马进了城门。石阶上，敢向城楼，臣高长寿南征归来，拜见陛下。李霞端起酒递在高长寿面前道：卿劳苦功高，且先为卿接风，等大朝会再行封赏，凭送赖陛下成算，将士效命，臣不敢居功。李霞拍了拍高长寿的肩道：随朕来吧。两人登上城楼，自留礼官们在城头上宣读对宋主的敕封。陛下不召谢道卿，召其觐见。不必了，他们已无用。高长寿笑道：当时看看战利品也好，一个老妪，一个病弱，无甚好看的。李霞道：说温州江心寺吧。是，到温州江心寺会合之事，陈一中自以为只告知了信得过的赵宋忠臣，却没想到他的党羽中已有人被刘梦言收买了。高长寿低声说了一会，李霞问道：也就是说宋王朝今年之内便可以落幕，朕很快能实质上完全一统。回陛下，这个月内便可以。也好。此时赵齐的车驾也入城了，远处传来百姓的喧闹。李霞向外眺望了一眼，问道：可知朕为何选在这里受朝？臣愚钝，南虚门外有座青城斋宫，是以前宋帝祭祀天地前后斋戒歇息之地，靖康时金将完颜宗翰便驻兵于此，宋钦宗赵桓就是从这里走出去成了金国的俘虏，其后金人欠南虚门路，人心大恐。你看现在赵齐也是从这里进来。高长寿看了一会儿道：我们不是金人，因此如今人心大定，欺辱宋廷没什么意思。你南征以来每地来战报，朕都会问自己为何要这般欺凌弱小。李霞道：但你知道吗，朕将他的耻辱视为朕的耻辱，故而要狠狠地剐掉。李霞心中其实有更多想说的，他想与人说他对宋朝的感情其实比当今很多人还多些，他自视为他的后世子民，恰是如此，他更愤怒于他的软弱与腐朽，总之是亲手灭了他，替代了他，却也无甚好说的了。谢道卿，赵齐以及宋氏宗亲们却都是第一次到开封。143年以前，清宗皇帝从这个城门走出去，成为金人的俘虏。如今他们从这里走进来，看到了迎接他们的开封子民，那是一道道猎奇的眼神，带着鄙夷，毫无对大宋国君的尊重。时间过了太久，这些子民已不是那批人类师生寻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的移民了？移民早都死绝了。如今这里只有叛逐重归盛世的唐人，这宋主也太赖重了吧。人群中忽然爆发出了嘲笑声，有人指着赵齐的车架喊道：蔫头蔫脑的，太赖种了，长得忒磕碜，宋国就这种国君怎么能不亡国。这些百姓们越骂越大声，就像是一块烂肉已经从身上割下来，怎么踩都不再觉得痛。在抵达开封之后的数日，文云孙得到了李霞的召见，诸公告诉朕，朕需要任命一批国史院编修官，为王宋修史，没有寒暄问候。李霞一见到文云孙便开口说起来，像是怕忘了要说的话：朕有意任命李野郝金主导此事，两位卿家都是当世大儒，唯不太熟悉宋国，故而朕打算问你的意见。文云孙因这个突如其来的话题而有些发愣，反应过来后才应道：我并非唐臣，不宜妄加评论，便当是朋友间闲聊。李霞道：朕可与你说说郝金对赵宋的态度。好，他说帝王受命于天，看的是德性与功劳，德性能够安抚百姓，功劳能够平定天下的大乱，汉唐两朝都推翻了前朝的暴政，并削平了天下间的反贼，所以得天下。而赵氏侍奉柴荣时，说不出有什么功劳，百姓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谈何仰慕？让赵氏做到节度使的位置，都已经是太过分的荣宠，非一鱼。文云孙听到一半，连忙唤了一声，其后愣了愣，行了一礼，道：我深受宋恩，不宜听这些议论。李霞道：朕却觉得郝清说得很对。他不等文云孙回答，又继续追问道：把朕取代赵氏时对天下所做出的功劳，与赵匡胤取代柴氏时的功劳相比，你觉得谁得国更正？这是场不公平的谈话。李霞在见文云孙之前已让群臣为他打好了腹稿，而文云孙则是突然间面对这些问题回陛下：我太祖皇帝对天下之功劳在于得位之后。文云孙应道：我太祖皇帝立五代之暴乱，有以宽容而待天下，有人民之德也。朕亦希望朕对天下的功劳更多的是在得位之后，你可愿帮朕？如今归顺于陛下的宋臣如过江之际，我斗胆
请陛下容我出家为道，朕若想让你为宋朝边使，如何？文云孙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有些动摇。李霞道：你是赵宋的右相，枢密使，是状元，更重要的是，朕希望你能让朕知道自己与忽必烈不一样。陛下自是与忽必烈不同，而你不愿降忽必烈，却也不愿降于朕。文云孙久久不语，末了叹息道：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人至。我读圣贤书，被先帝点为状元，赐字宋瑞，今若改换门庭，于心有愧，请陛下成全，听老妪起活之谋，领称臣纳贡之命，以保全举国纸醉金迷之癫狂，判以此来成人取义。你若将这当作忠，则忠的也太过了吧。若往后有朝一日李氏社稷存危，又岂可少了愚忠之人。文云孙叹道：其实陛下也需要有人为宋廷尽忠到最后，既无旁人愿意当伯夷，舒淇便由我来尽忠守节，岂不好？好吧。李霞道：朕再劝你最后一句吧，洗耳恭听，隋王时也有尽忠职守到最后的忠臣，姚君素，必若隋氏清败，天命有归，吾当断头以赴诸君。如果对隋朝的忠心与百姓有益，他也能终朝千古，流芳百世。但你看，如今世间有几人知道他？李霞是在劝文云孙，同时也是在告诫自己，朕想要让后世无人在乎谁曾为赵宋尽忠守节，那只能通过一个恢弘盛世来做到。第1340章一点余念。温州江心寺，江心寺是真的建在江心，这里是瓯江中的一个小岛屿。谢灵运曾在岛上写有乱流曲正绝，孤雨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的名句。建炎年间，赵构为了躲避金兵，也曾在这里小住。寺寺名为龙翔星庆禅寺，奉为宗室道场。江心寺则是俗称。一艘大船从海上艰难的逆流而上，缓缓停泊在江心屿。可以看到岛屿上驻扎着许多宋军，是殿下到了，船上便有士卒护着，全勇坚下来。抬头一看，看到了不远处张世杰的旗帜。全勇坚道：是殿下到了，怎么还在我们后面？在海上时被风浪卷走了，快护皇后与殿下进去。不一会儿，张世杰赶到，吩咐士卒警惕四周，环境简陋，还请将就。确实简陋，全勇坚应道。张世杰沉着脸不答，目光看去，只见皇后抱着襁褓中的皇子下了船只，进入江心寺。皇子赵夏十岁，还不到两岁，此时正哇哇大哭。等了一会儿，带一些工人也下了船，他转向全勇坚问道：杨淑妃呢？杨淑妃生育之后一直体弱，本就在病中，逃跑时受了惊吓，之后不会坐船，又吹了海风病逝了。尸体呢？全勇坚道：路上寻了一个静谧的岛屿葬了，不会有人去打搅。张世杰皱了皱眉，面泛怒色，沉声道：杨淑妃是殿下的生母，我不知道吗？全勇坚反问道：你以为是谁杀了他？心知肚明的问题，张世杰却答不出。两人对视了一眼，最后还是全勇坚道：张少保多心了，局势到了这个地步，岂还有后宫倾轧？殿下没了生母，我一时难过。孩子的哭声始终不停，吵得全酒心烦意乱，尤其是想到他是赵齐的血脉，便愈发让他感到一股憎恶。但他还是紧紧抱住了这个孩子，因为他将是他一切权力的根本。进了山门，只见面前的殿宇建得到颇为宏伟庄严，富丽堂皇，分为三进，前为金刚殿五间，两端配以钟楼、鼓楼，中供弥勒、韦陀二菩萨，两边为四天王像。再往后一间大殿上悬挂着开天气象四个大字的匾额，看落款却是朱熹所书。两根大柱上的板帘颇有趣，乃是云朝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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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朝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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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全九来之前便听说了，这是绍兴年间的状元王石鹏所书。再往后走，进了后院，有两座宣台立在庭中，一名清辉，一名玉光，皆是高宗皇帝所书。看到这么多大宋名家留下的遗迹，全九心中稍安定了些。他低头看向手中的孩子道：希望你能有高宗皇帝的福气，哪怕一小半也够了。圣人，由奴婢来报吧，殿下怕是饿了，莫离开我的视线。全九这般吩咐了，方才将手里的孩子交出去。他没有再往后走，而是就在清辉轩的主位上坐下，等了不多时，便见全勇坚、张世杰领着一些忠臣过来。全九扫视了一眼，没见到陈义忠，便问道：左相呢？张世杰答道：不巧，左相的母亲过世了，他赶回永嘉县守孝。温州还在，永嘉县还在。张世杰摇了摇头道：太后与官家已降，招降的文书已经发到了温州，只是唐军的兵马还未到，尚且还不能围剿到江心屿上来，但我们已不能在温州久留，得尽快赶往闽中。全勇坚当即便发了火，喝问道：那陈一中是何意？他不走是吗？国事怎么办？张世杰道：这我便不知了，这样一个流亡朝廷，赵夏只有两岁，张世杰是武将，全九久居深宫，他全勇坚是个纨绔，都不能处理国事。别的文官虽然有，比如黄庸、刘福等人都在，但全都不如陈义忠有能力有资历。那就尽快让左相回来。全九开口道。全勇坚道：若陈义忠借着这个理由不来了怎么办？全九看向张世杰道：左相的母亲生前曾受太后诏书，勉励左相尽忠报国，我们不能抛下他，劳少保也将他接来。张世杰能从这小女子那温婉的语气中感受到一股凉薄之意，但还是领了命，吩咐部将去办。全九犹不忘提醒道：
还该下封旨意给左相夺情才好。先接左相来吧。张世杰应了，拱手又道：“临安那边太后与官家既降，名不正则言不顺。臣与诸公商议，欲效仿高宗皇帝，就是拥殿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求忠心社稷。皇后以为如何？”全九这时又看向全永坚，全永坚便道：“与其如此，不如直接拥立殿下为帝，以封赏官职。”张少保以为如何？我自是不反对，不过我已传信于天下，忠臣一致，本欲带他们赶到，再一同拥立，何必再等？全永坚道：“先请官家继位，再传召天下，召忠臣议事秦王，岂不更好？”张世杰点点头，但置身于这些妇人、幼儿、纨绔之间，其实心知成事的可能微乎其微，不过是受了朝廷重恩，尽力而已。永嘉县北南溪江畔，有30余人的队伍正在赶路，走在正当中的是一名白发白须的老者，手里拄着一根拐杖，旁边有跟着仆役搀扶，周围有一些护卫模样者，其余的则多是书生文士打扮。老相公，小人打听了，顺着这南溪将再走上30余里便是永嘉县城，到了那也许就有船只，乘船南下不远便可到达江心屿。好好啊，老相公还走得动吗？歇一歇吧。这边队伍于是到西边小憩，有一名书生挠着胳膊上被虫子咬出的红肿，向老者问道：“老师，学生走了一路还是想不明白，终是没能忍住，想请老师解惑。”“问吧，天下形势至此，宋王唐兴，更迭已不可阻挡，学生观唐军过境秋毫无犯，想必堂主亦是阴主，而老师如今南下投奔幼主，攻城之可能不过万一，死生大祸却急在眼前，何苦还要前往？”“死生是小，廉耻是大呀。”老者说着叹息了一声，他脸上的皱纹愈发深刻了，又道：“官家是老夫亲手教导的，老夫没能尽到帝师之责，大宋社稷若亡，老夫罪莫大焉，故而旁人可降，老夫却万无投降之理。”这白发苍苍的老者却是赵齐的老师叶梦鼎。叶梦鼎今已年逾七旬，且罢官多年，如今宋王却还毅然南下，只这份铮铮风骨便让其门生旧吏们感佩万分，追随他南下。众人稍歇了片刻，继续赶路，还未到永嘉县，却见有两个乡兵拦在路上，前面的是什么人？“我等想要南下往永嘉县，如今改朝换代了，知不知道？”其中一个乡勇大声喊道：“知县已得到了诏书，当了堂臣，准备暂设关卡，防止前朝余孽通行，你们是什么人？若要往前，须先核对户籍，报知南下目的。”众书生面面相觑，其后拉着叶梦鼎往后退了一段路。“老师，前面怕是过不去了。”“是啊，永嘉县既然已经降了，我们这些书生如何还能到得了江心屿？”“老师回去吧，既来了一趟，知事不可为，老师已无愧于心了。”叶梦鼎不由老泪纵横，他朝着南方跪倒，三叩首痛哭不已：“先帝呢？老臣无能，一不能教导官家勤政，二不能阻大奸之徒专权，三不能挽社稷轻危，老臣身负先帝重托啊。”“老师你已尽力了。”众门生故吏也是纷纷大哭，扶起叶梦鼎，最后又向南方望了一眼，众人就这般掉过头折返向北，走了半途痛哭而归，便算是这位老臣为大宋设计进了最后的孤钟了。与此同时，南溪江下游永嘉县城如今正处于平定赵宋余孽的暴风眼，此时却意外的风平浪静，城头上插的旗帜虽已经换成了唐旗，只是县城手足本就不多，也只有寥寥几个兵士正守在城门处，一对宋军士卒正扶着一具棺木堂而皇之的出了永嘉县城，抬到了江边的船只上，再警惕的回头看去，县城守军还是没有动静，这或许与陈义忠在永嘉县的威望有关，任意一个县城出了宰执，且宰执还三天两头地回乡，知县都会很难办。“左相请吧，我自己会走，我母亲既走了，我还能抛下她吗？”身穿校服的陈义忠冷着脸，领着家小跟着士族们出了县城，他脸上有悲意却也有不满，出了城门他忽然转过身向还在守城的乡兵喝道：“你们不敢拦我吗？你们不是已经降唐了吗？来，我与他们都是叛军，来评判啊。”风吹过地上的沙石，没有人动。“陈相公就别为难我们这些小人物了，知县也是顺大势而为，乡里乡亲的，你若真想走便快请吧，再晚官兵可就真来了。”